我们很难想象俄乌战争可能怎么样改变历史。刚我们已经提到，普丁直接出击到了和朝鲜进行结盟，而另外呢，本来一直维持是中立角色的瑞典跟芬兰加入了北约之外，俄乌战的历史性改变使得瑞典的议会通过美瑞的军事合作协议，提供12个军事基地和训练区供美军使用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